功夫之王。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沈阳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一首歌，叫《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我都记得其中的歌词，那就是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人来人往，来到沈阳一看，果然是眼前一亮啊，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另外呢，我们的沈阳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那在这里要替我们的沈阳做一个广告，希望我们的广大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多来沈阳看一看啊，在这里一定是收获多多。当然，今天我们的比赛啊，也是不容错过。即将进行的是一场63公斤级的比赛，蓝方选手啊，一位非常有追求的年轻人啊。除了他的职业比赛以外，他还做会计，而且还当教练。同时呢，他的法语还特别的好。这位来自俄罗斯的选手，我们掌声有请迪米特瑞·伊万诺夫。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WLF 2016年60公斤级的新人王啊。这位选手呢，今年24岁，身高1米72，战绩14胜7负，非常帅气的一个小伙子。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完美杀手袁亚。挑战，荣誉，他们重披战甲。16位来自世界顶级赛事的王牌选手，采用小组循环赛逐一捉对厮杀，通过4个月的残酷赛程，争夺象征搏击界最高荣誉的总冠军奖杯 ——WLF 世界功夫王者争霸赛。2018年7月7日，河南省体育馆见证王者诞生。赛事咨询电话：0371-6095-3836。No head, no elbow, knee only one, no clinch, no take down, okay? Good luck. Back corner. Judge, ready, fight!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沈阳站的比赛，我是蔡志贤，在我身边是评论员关月华老师。大家好，现在由红方的袁亚对上蓝方的迪米特瑞，比赛已经开始了。对，中俄对抗赛63公斤的一场超级战。是，那这位迪米特瑞是位新人，那网上没有太多他的资料，那关老师看过听说他非常的猛。然后他是和俄罗斯的这个著名选手亚历山大一个拳馆的，然后作风是非常的彪悍。是，那这个袁亚也是一个肌肉线条出身啊，这个拳头组合相当漂亮。
对，这是中俄选手新人之间的一场较量，因为袁亚也是我们这个新人王。好，那今天看起来袁亚除了肌肉线条饱满之外呢，他的打击力度也跟着上来了。对，反应很快，看得出来最近一段训练状态很好。是，好，单打，要中扫，中扫。南方选手相对肌肉就没有这个袁亚来的漂亮了。对，我们可以看到南方选手在努力的朝里挤压，挤压，因为身高他不如袁亚。是。哇，很重的后手拳。但是红方袁亚进攻的很坚决。对，袁亚现在拳法做好防守，然后以自己的低扫骚扰对手的进攻为主。其实过去的袁亚，他的拳腿并没有结合他的身体素质。一个是力道没出来，一个是命中率没出来，但是今天这场比赛除了力道跟力，但命中率都做得很好。对，而且战术很灵活，可以看到刚才之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假动作。哇，会有点痛，好像踢到了南方的膝盖。那袁亚在新西兰站呢、其实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双飞踢，但是滑倒了，从空中滑下来。刚刚的前手刺拳其实打得很清脆，对，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试探，双方选手现在对自己的战术有了更好的针对性。对，先一个攻防转换，他刚才把袁亚逼到了身边。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选手给了袁亚很大的压力，迫使袁亚做出了一些搂抱的动作。很漂亮的干打。其实蓝方打这个防反也非常的坚决。对，袁亚应该更好的利用自己臂展和身高的优势，因为袁亚的臂展有1.73米，对手的身高只有1.68米，应该更好的利用这个优势，在对手朝前走的这个过程之中，首先用火力去覆盖对手。是。那袁亚今天的打法其实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干净。对，那就所有的东西建立在控制距离的基础之上。对。要争取做到我打得到你，你打不到我。是。那现在可以看到蓝方前脚的大腿已经红肿了。在第一回合，红方的拳腿非常漂亮，但是呢，蓝方也不甘屈居下风，也是奋力的还击。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蓝方的战术还是很明确，我要硬顶你一轮进攻，但是也要顶进去，是顶进去。对，双方就阵地战。其实这也是力量的展现了。对，后手把袁亚带倒了。你看双方都站得很稳，想用这个全力来出击。对，袁亚这个打法非常聪明，我拳法控制你，然后主要靠腿法去杀伤你，因为我的身高比你好，我要控制好这个距离。其实对方跟他打法也是差不多的。好，转身，很漂亮的后高扫。是。哇，对方有一个后手打到了。是，对方重心压得非常的前面，还有一个上勾。小心，每一拳都很重。第二局比赛进行到1分半钟以后，双方运动员的体能会有一个下降期，这个下降期对双方运动员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那果然跟关老师讲的一样的，这个蓝方非常的凶悍，无惧于袁亚的重拳。哦，这样也会给打分裁判很大的难题啊。哦，哇，千手百拳打到了。是。袁亚有点注意啊，要有罪。哇，不强读。蓝方选手，其实这一拳是用掌心拍到的。对对对，力量大。按照中国的说法，这叫开掌，这叫开掌。对，并不是用拳风击中的对手。
我们看经过读秒袁亚能不能调整过来。糟糕，现在蓝方开始发威了。对，应该保持更好的移动，不能站在那里，因为现在蓝方啊步步进逼。糟糕，蓝方希望通过这轮猛烈的进攻，给袁亚更大的杀伤。是，虽然说这个蓝方选手的他打击点不是很清晰，有点用掌去拍到了，但是呢他的一个穿透力也是很强的。对，虽然动作不是很规范，但是这个打击效果不错。对，有时候我们叫王八拳了，跟这个乌龟在游泳一样。乱拳打死老师傅，这个也很可怕。袁亚需要更多的移动，需要控制好距离，对，坚决的贯彻自己的战术。其实蓝方也是有痛苦的表情啊，可能体力也透支了。对，因为第二局进攻非常凶猛，消耗了蓝方很大的体能。对，袁亚如果能组织一轮非常有效果的反击，是有可能实现读秒或者是这个终结比赛的。对，然后最后十秒，那双方各有一分钟，还可以再休息一下。接腿漂亮，二次攻击，这个其实接腿完只能一次攻击。对，很漂亮的第二局。从袁亚的表情上来看，袁亚现在的体能消耗是很巨大的，然后表情很痛苦。对，那我们蓝方的拳呢，虽然不规范，但是威力有的，所以赏了袁亚一次强毒。让我们很欣慰的是，蓝方选手看上去也非常痛苦。这个关老师看到对方痛苦，觉得很欣慰。对，这个传说中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就这种情况。对，进入了我们非常期待的第三回合，因为第三回合拼的不仅仅是技术，更多的是意志品质。对，双方现在充满了电，电力十足。双方展开了一轮对攻。这回合我们的云雅被赏了一次强毒，扣两分，所以一定是由蓝方来赢了第二回合。第三回合是关键。对，我们现在看到云雅打得非常爷们儿啊，非常硬，然后跟对手在换后手，这是非常强硬的一种打法，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场比赛。对，我用我的动作告诉你，我不害怕你，我要干掉你。好，哇，漂亮的跳击，有机会，有机会。对手对于西法的防守看来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是。然后应该是第二局的局间休息，袁亚的教练李彦斌，对袁亚做出了战术变化的布置。袁亚在第三局频频的使用跳击，也取得了不错的打击效果。那蓝方的教练要对这蓝方选手做一些摇闪，但是呢可能体力已经下滑了，做不出来一些动作。对，从目前场上的态势来看，蓝方选手的体能的消耗的程度是比袁亚要厉害很多。但是呢，如果蓝方撑完第三回合，谁输谁赢还不知道。我们希望袁亚可以组织好这个进攻，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优势。同时也希望蓝方选手可以及时从自己的这个目前比较被动的局面里走出来。然后现在蓝方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它打出来了。果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拳法给了蓝方带来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在陷入困局的时候，蓝方现在也只能依赖他的拳法，没有更多的办法。在近身的时候，蓝方其实很少做西法。袁亚要注意自己的头部防守了。对。袁亚其实体力也是完全下滑了，甚至有点透支了。对，现在可以看到整个进攻的动作比较发僵，已经都非常的累了。这个心脏啊，一分钟大概都跳了180到200下。对，第三局最后一分钟，拼的就是意志品质。平常要做这个大量的无氧的训练，哇，很危险的前摆。是。第三回合其实两个人是平分秋色。对，双方选手都在拼尽自己最后的一分力量。是。最后刚刚王袁亚又中了。最后十秒钟。糟糕。这回合谁拿下来了？你看蓝方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累了，因为袁亚的护齿几乎都要吐出来了。对的，先咬出来。对，就在比赛当中是非常。
但是很精彩的一场比赛，不论谁输谁赢。现在是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7-29，二号裁判28-28，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英牛饮料有限责任公司营销一部总经理、英牛饮料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办事处总经理李毅先生为双方颁奖。荣誉可期。Через минут 30, час будет все болеть. Да. Сейчас чувствую вообще весь. Чувствую прекрасно себя. С такой стойкий очень. И есть у него сила духа. Но, как оказалось, я оказался сильнее. И я одержал победу над ним. Тамон.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沈阳 W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是70公斤级的比赛，即将登场的红蓝双方呢，都是23岁，两位同龄人之间的身高是1.86米，战绩还是相当的可怕的，9胜1负，只有一次败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俄罗斯的哇。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身高是1.75米，当前的战绩30胜12负。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赵。裁判李少宗，比赛现在开始。No hand, no elbow, knee only one, no take down, no cleans, okay.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武林风》。沈阳站的比赛，我是蔡德贤，在我身边的是评论员关月华老师。
大家好，现在为各位带来的是中俄对抗赛七十公斤级的比赛，由红方的赵岩对上蓝方的伊万，比赛已经开始了。对，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的身高要比赵岩高很多，从数据显示要比赵岩整整高了11厘米。而且对方其实在后脚的一个正蹬啊是非常恐怖，跟袋鼠一样，你被蹬中了会飞走的。对，这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应该是有泰拳背景的一个选手。是，他是打过 RCC 的一个泰拳赛，正价的一个泰拳好手。哇，臂展达到了很恐怖的1米96，比赵岩整整多了19厘米。是的，但是呢他的攻击力差了这个哈桑拓伊或者罗根差一点点，没有那么强。哇，很漂亮的一个下劈腿。哦，正蹬又袋鼠式的后脚正蹬了。刚刚跟他出场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雅，俄罗斯的哈雅。对，也是泰拳界的一个高手。是，跟波球打过。哦，南方选手的比赛经验应该很丰富，我们可以看到他能非常自如的切换正价和反价。是，而且过去泰拳赛你要赵岩如果要冲进去的话要小心对方的肘，那因为现在是自由搏击所以没有肘，只要防止他的膝就行了。对，如何缩短对手和自己的距离，如何能打到对手，是赵岩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对，那赵岩上一场比赛跟法哈德打满3回合，那差了一点点，谢位差距28比29输了比赛。对，伊万是和法哈德风格迥异的一个选手，法哈德更偏重于自由搏击，但是伊万是一个有这个非常浓重泰拳色彩的一个选手，是又有一个超长的一个臂展的优势。对，因为蔡老师一直在提醒大家注意蓝方选手伊万的正蹬，对，正蹬扫踢，然后又换架，因为透过换架来近身。其实过去有些选手啊，就是无惧于这个我们蓝方选手的攻击，直接冲进去，对于头部进行一些冲撞，用左右的摆拳来冲撞他，是有机会的。但是目前赵岩还冲不进去，哦，进去有没有机会？挂到了裆部，哎呀，被控制了，挂到了裆部。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的战术意图是非常清楚的，我通过我的前手、我的正蹬控制距离，然后你只要贴近我，我就撞膝。而且呢我们的南方选手用双手去稍微夹住赵岩的双臂，让他不能在近身的时候出拳。对，从目前场上的态势来看，这个战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赵岩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缩短双方的距离。好，压到了这边，有没有？有，赵岩的重拳差点打穿对方的报价了。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照头，缩短了双方的距离，把对手压到了边角。刚刚对他的腹部几个有效的击打。那我们希望通过第一局的比赛取得战胜。赵岩有冲到内围，赏了我们的伊万好几拳。对，第二局比赛开始了，我们看到赵岩的意图还是很明显，我要挤进去。好，有机会，有挤进去了。双手的反击方法。裁判员提醒蓝方不要连续撞膝。挂到了赵岩的裆部。现在比赛继续进行，蓝方换架。对，我们可以看到赵岩通过自己前手连续的这个虚晃，然后希望能掩护自己，打进去。大家注意蓝方啊，拼命的换架。那其实赵岩在近身出拳的时候也要注意对方的顶膝。对，哦，很漂亮的换拳。是。
那其实现在赵岩呢算中生代的，所以很多观众对他的期望是特别的高。那现在看到蓝方一个飞膝，那距离不对，那其实蓝方的正灯啊，刚讲正灯还没出来现在就用了。不过正灯其实我们的赵岩是有提防的，赵岩会接他的正灯。对，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战术的调整，赵岩现在逐步的在扭转场上的局面。那赵岩的侧踹呢，对方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接。高扫漂亮，前面两拳虚的，后面一个真的高扫。蓝方选手的进攻很主动，只要我能够着你，我就先打，我就先出动作。对，我们希望赵岩这个直线前后的不会少。有。哇，竟然顶下来还没倒，结果是赵岩的护持。对对对，一着急把自己的护持吐掉了，丧失了一次很好的机会。现在赵岩找到了进攻的办法，是贴近你疯狂抡摆。刚刚是蓝方选手中了拳之后，结果反而是赵岩的护持掉了下来。哇，很漂亮的一个后手击中了。赵岩这回合表现得异常。通过第二局前半阶段的试探，赵岩已经很好的找到了破解对方的办法。对，因为赵岩有接腿，所以对方呢不敢出后脚的正蹬。哇，很可怕的一个状态。那对方的下巴真的还蛮硬的，吃了至少五六拳呢。哇，很漂亮的一个后转身。现在透过慢放可以看到赵岩的拳真的是非常清晰的命中，但是对方的下巴真的好硬啊。对，一个攻的好，一个防的好。我们现在非常期待，非常期待第三局双方运动员能带给我们怎么样精彩的比赛。三回合，一个扫踢，赵岩差点失去了重心。那对方呢，应该也会想办法破解这个赵岩的连续的抡板。对，然后蓝方选手明显意外，明显吸取了第二局的教训，现在在努力的控制双方的距离。那其实失去了正蹬之后呢，蓝方就少了一些控制距离的武器。再加上他的肘没办法用，第二次了。对，一个破坏中心的低扫扫倒了赵岩。哇，很重的后手拳。我觉得赵岩这一拳真的是非常的猛，又一次印证了蔡老师的说法，这个蓝方的下巴的跳击打能力真的是超强超强。当然也不能一直拿下巴去找拳头啊，因为下巴是很脆弱的。我们可以看到赵岩现在目光炯炯，紧紧地盯着蓝方选手的下巴。哇，这蓝方选手顶膝还没上来。对，我们可以看到局间休息啊，蓝方选手的教练一直在给他布置撞膝的战术，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蓝方选手一个撞膝的动作。也这么高应该可以做膝上头，都没做。对，在双方体能下降的情况下，膝撞是非常有威胁的一个动作。是，那蓝方的拳法其实是比较不常用的习惯。蓝方选手开始使用撞膝的动作了，这或许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是，我们可以看到赵岩已经咬不紧自己的护齿了，他的体能在下降。对，要接对方的正蹬。开始有飞膝了。
对，蓝方努力的在组织自己的一轮进攻。这个武林风的导播都还记得哈雅还给了个镜头。我们希望赵岩能继续加油，不要放松。哇，危险的高扫踢。是。赵岩也是硬吃下来了。对，赵岩现在的战术已经变得很简单了，我直摆轮摆，我要带走你。这场比赛真的是要看最后的打分了。小卓，哎，下皮。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其实赵岩也是用尽他全力去打，也是打得非常的精彩。对，蓝方选手的教练员已经疯狂了，因为他遇到这个对方是铁下巴，真的是打不倒，这个是也是很无奈的事情。最后十秒钟，把对手压到了边角。好，有机会，有机会拿下这场比赛。非常精彩的比赛，让我们共同期待裁判员的判罚。28-29，二号裁判28-29，三号裁判28-29，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高尚先生、健康电商乔山集团运营总监张辉先生。有请中国知青企业家联谊会会长梁世奇女士为双方颁奖。这次我打的体能出问题，到最后第三局没有体能了。其实我这个对手发挥好的话，体能够的话，我感觉能 KO 他。然后第二局没有抓住机会，然后第三局太累了，然后没打出来。我的对手发挥的挺好的，我感觉他个高的优势他自己都发挥出来了。挺值得我学习的，有很多东西。挑战，荣誉，他们重披战甲。16位来自世界顶级赛事的王牌选手采用小组循环赛，注意捉对厮杀，通过4个月的残酷赛程争夺象征搏击界最高荣誉的总冠军奖杯。 WLF 世界功夫王者争霸赛2018年7月7日河南省体育馆见证王者诞生。赛事咨询电话0371-6095-3836。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沈阳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7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今年24岁，身高1米77，战绩16胜2负。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俄罗斯的克里莫夫。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新武创新搏击俱乐部，曾经在咱们辽宁的辽阳有过10多年的生活和训练的经历哈。
而且呢，现在他的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可以说是在这片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大飞王鹏飞。请你们为我点亮今晚的星星，让他们指引我继续前行，祈祷我拥有一颗勇敢的心和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如果你们还不懂存在的信息，裁判李瑞，比赛现在开始。Ready?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五零风沈阳站的比赛，我是蔡志贤，在我身边的是评论员关月华老师。大家好，现在带来中俄对抗赛的第三场，由红方的王鹏飞对上蓝方的克里莫夫，比赛已经开始了。对，在前两场比赛中中国选手都输掉了比赛，现在目前的大比分是0-2。好，王鹏飞上一次对上马克西姆其实非常可惜，打到加时输了比赛。那相对同样的队友谢雷也是对上大卫梅西亚也是输了比赛。对，虽然最近大飞的这个上一场比赛输掉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成长的轨迹。对，包括他本来要练这个日本的三只约束，但是呢没练成，练成了鹰爪功，把这个马克西姆肚子抓了都是条条的血痕。对，这也是这场比赛很大的一个看点，我们也很期待看能不能看到王鹏飞再次使出自己的这招叫三日月蹴。对，转型为鹰爪功。目前王鹏飞转身后蹬相当漂亮。对，这是年轻选手很好的一个态度，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在学习的一个心态。那王鹏飞在他们的这个沈阳这边算地主队的选手，在那边打拳其实应该会发挥得特别好。对，我们看到双方选手没有经过太多的试探，已经进入了对轰的阶段。那这个蓝方选手跟哈里亚斯哥们平常在一起训练的，然后在泰国三台跟善猜打过。那其实善猜啊就是让你很难猜，他怎么摔你都猜不出来，但是很可惜被这个善猜摔了三回合输了比赛。对，和很多这个泰拳著名的泰拳选手都进行过交手的一个俄罗斯选手，包括跟新郎打过，被新郎把他的左手给踢废了，被 TKO 出局。但是呢他的一个假动作加膝撞也有 TKO 的能力，刚刚在66公斤 TKO 的东方选手，所以实力也不弱。对，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那王鹏飞跟谢雷呢目前是扛下武林风搏击世界杯的重责大任，王鹏飞将在 A 组对上江龙少，挺好的。哇，我们可以看到很漂亮的一个基辅加后高扫，是一个组合。谢雷呢在 B 组对上卢俊。对，这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一个动作，然后基辅加后高扫在很短的距离之内用自己的后腿的高扫踢去踢中了对手的头部，要有相当高的一个协调性。看到了王鹏飞的绝招，刚刚用了一次前腿的三日月蹴，这是他第一次在日本中招，他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好像被点穴了，爬不起来。对，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那回去之后其实他们整个馆了就苦练这一招。对，我们现在在谢雷的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动作。对，那只是说功力尚浅的日本人都练了10年才出来用的，他们是才练了几个月。节奏很快的第一局，其实双方拳法都是属于非常好非常能打的好手。
回合继续。我们看一下经过双方第一回合的试探，看双方有没有什么战术的调整。对，双方的拳都非常的猛。哇，那两个人这个抡起榔头真的是非常恐怖。对，第二局比赛刚刚开始，双方运动员把一场自由搏击的比赛几乎要变成一场拳击比赛。对，那在这段期间，这个有很重的一个后手。对，对方恢复的也很快。最近张涛教练也特别加强那个他们的辽宁创新的一个重击的能力啊，不然常常都是没有重击，那或者加时赛啊，输了都很可惜。对，我们也看到了训练的成果，然后谢雷和梅迪亚的比赛，谢雷有一个读秒，王鹏飞和马克西姆的比赛，王鹏飞也制造了马克西姆一个读秒。对，现在开始看到我们的蓝方选手肚子有点硬爪功出现了，这功力大概目前进步到两成了，这个距离七成还有很遥远的距离。可能蓝方选手回去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肚子会有这些痕迹。对，然后我们看到裁判然后警告了蓝方选手，哇，连续两拳击中。对啊，其实这个三月初啊，要练这个脚趾的这个硬度，哦，要慢慢的练。对，我们看到在这轮对攻中，王鹏飞渐渐取得了优势，蓝方选手已经扛不住他的进攻了。然后这个我们王鹏飞的三日月术是改良的，而像对手这个日本的三日月术是攻这个肝脏的，但是呢那个比较难一点。那目前就用正蹬，我觉得蹬对方的一个胃这边就比较简单。对，这种动作出其不意有很好的效果，而且也不用担心去戳到对方的一个手肘。如果是传统的日本三日月术，有可能是会戳到对方的手肘。对，我们可以通过最近两轮的进攻看王鹏飞的进攻动作，可以看到王鹏飞最近的训练效果是非常好的，训练的质量也是非常高的。啊，再加个高扫，有很多做动作之前的虚晃啊，脚步的移动啊，这些没有很高质量的训练是不可能完成这种动作的。那其实对方也是蛮会虚晃的，要注意一下。对方之前就是一个虚晃加一个顶踢 TKO 的中方选手。对，对方已经把他压箱底的这个杀手锏拿出来了，已经开始撞击了。双方换拳都顶了下来。蓝方选手体能下降非常明显，双方的平勾换平勾，相当精彩。第二回合王鹏飞跟对方说不要用肘，对方不要使用肘法，我们正常打拳就好了。是，这个也是王鹏飞的比赛经验够，知道怎么去提醒对手，也怎么去引起这个裁判的注意。我也不懂，您不要自己打，不要慌了。所以有些选手吃了亏啊，在场上的吃了闷亏就很可惜的。像王鹏飞就用很明显的动作告诉对手，也告诉裁判，对方有这个肘的动作。进行到第三回合，就看王鹏飞能不能拿下中俄对抗赛的第一个胜场。我们看到蓝方选手然后很主动的开展了进攻，古里莫夫。哇，漂亮，一个漂亮的后手。对，摇闪之后的后手。我们又看到了江湖绝技啊，日月醋。是在高扫，变化非常的多，接腿之后重击一脚，对，把对手拉过来之后再一个击腹，这个力量相加的相乘的后摆，很漂亮的一轮进攻。一个跳膝，简直是进攻万花筒啊！是，有机会拿下这个回合，甚至呢提前终结比赛。转身后高扫，我们几乎现在已经看到了所有在擂台上看到了所有能使用的进攻动作。他的一个后旋踢啊，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这个爆发力回去可以再练一下。对，腰腹转动的力量要加强一点。是。
请王鹏飞啊要专心一点，他一直瞄我们这边看我们有没有讲他好话。我们听到教练在很明显的喊三支月醋啊，是我看王鹏飞有没有听到，哇，很危险的后高扫，哇，前板，王鹏飞应该压得更紧一点，是三支月醋这个点穴的功力啊，真的王鹏飞已经造成一些效果了，对，压得更紧一点，然后把自己的立体交叉进攻打出来，是有机会终结比赛的。对手的体能下降很明显，而且对手动作变形了，对，现在只能打这种幅度很大的轮摆，而且还要逃跑，对，压得更紧一点，对，其实对方已经打继续搓鹰爪功，如果有特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古里莫夫的腹部已经出现了血痕，对，之前马克西姆就已经有了，现在几乎可能每一个对上王鹏飞的对手啊，可能腹部都会遭殃。比赛即将进行到最后的一个段落，对，裁判员警告蓝方选手不要使用搂抱的动作。哇，发力太猛，但是体能下降也是一个原因，已经站不稳了。克里莫夫用这个他的转身的后摆拳来破解王鹏飞的一个膝撞。王鹏飞如果拿下这场比赛之后呢，希望他在 A 组对上江峰猜也能表现非常的出色。对，我们希望王鹏飞七月七号有出色的发挥。随着一个漂亮的前摆拳命中，让我们共同等待裁判的比分判罚。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27，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浙江中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总经理于文海先生。有请运动宝合作伙伴中宇运动联合创始人蒋硕女士为双方颁奖。Hello， 大家好。比赛赢了，打了三局。今天体力稍微有点没有状态，可能是，然后降体重降的比较多。别的还都挺好，技术什么也都做出来了。然后今天属于主场作战嘛，因为我在辽阳训练了12年，然后我辽阳跟沈阳是搭界，然后只有70公里，我是比赛头一天称体重头一天晚上11点多我们才过来的，就是离特别近特别方便，然后今天来了很多朋友，还有我舅我姨他们都来看我比赛，然后有点压力但是也很兴奋，比赛顺利拿下，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沈阳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是一场70公斤级的比赛。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搏击擂台的征战了，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70多场比赛仅仅输过4场，这样的战绩很恐怖啊！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俄罗斯的阿尔敏·伊斯拉亚。
kilo, 169 centimeters tall, on the floor, 71 centimeters long, 33 years old, 6'8 wins for losing from Russia. Here is your man, Lion. 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2017年 WF 现役70公斤级的新人王，今年25岁，身高1.78米，当前的战绩呢23胜6负，6次 KO 对手。我们掌声有请中国钟威鹏。场上裁判赵岩，比赛现在开始。都嗨的，都嗨的 ，I'm the one， 都对吧 ？OK， 来。放哪儿？站。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沈阳站的比赛，我是蔡志贤，在我身边的是评论员关月华老师。大家好，现在为各位带来中俄对抗赛第四场的比赛，由红方的钟威鹏对上蓝方的阿尔敏，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个阿尔敏一反常态啊，他过去都是扮猪吃老虎，但是呢今天一上场就火力全开。对，因为他碰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对手钟威鹏，双方都属于贴近硬战型的选手。对，但钟威鹏呢，他最担心是反架的选手，最让他头痛不适应。哦，低砍踢。对，我们来看一下，应对这个反架的阿尔敏，钟威鹏能不能拿出来什么很好的应对办法？那这个阿尔敏啊，其实看起来是牢牢的不经打，那但是呢，身上至少背着两条金腰带。人不可貌相啊。对。一般他都会自己推到角落让你去揍的，然后他找防守反击的机会。对，从身体条件来看，蓝方选手的身体条件并不是很好，身高只有1.69米，臂展只有1.71米，打70公斤这个级别是很吃力了。对，不过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刚才的第一砍都是相当的重的。对，摇闪非常灵活，左右的扯动是刚才这个步法非常的好。哇，踢中了裆部，踢中了裆部。就按照 WF 这个竞赛规则，每一名选手一场比赛三局，累计可以有5分钟的医疗救助的时间。我们也咨询过医疗监督，像这种情况，选手选择跳一跳，脚跟着地的跳一跳，会很好的缓解自己的身体不适应的感觉。在很多足球赛都可以看到，就是守门员最容易被这个踢到裆部。对。好，我们希望双方选手不要受这个动作的影响。还推了一下钟威鹏，说你不要再给我来了。很友好，触碰了拳套。这个后脚的截击要攻击我们的钟威鹏的膝盖。对，这就是一个泰拳的动作。对，很重的后扫踢。是。扫到了钟威鹏的支撑腿。在攻击力方面，其实两人不相上下，但是技巧的细腻度啊，是蓝方远胜于这钟威鹏的。对，钟威鹏有自己的优势，身高毕竟比对方高了9厘米，我们希望他能发挥好自己身高的优势。上一场比赛虽然钟威鹏打赢了塞普鲁斯的麦克，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动作太僵了，现在他也是动作有点僵。我们现在已经 能看得很清楚了，应对反架的选手钟威鹏的对策就是很重的后低扫和中段的扫踢。对，那对方的步伐非常的灵活。对，我们看一下这个后低扫和中段扫踢能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那2个月前，这个蓝方选手才跟法哈德打过，每一集都是非常的重，但是3回合下来是法哈德获胜的。
他也到国内打过黑色猛兽维克多。啊，对，能和法哈德打三个回合，说明这名选手也不可小觑啊。是，而且摇闪非常的好，拳击技巧很好。报价报得很漂亮，我们可以观察到蓝方选手的后手的位置啊，紧紧贴着自己的下巴壳，防守的非常严密，而且也贴住了肋骨。第一局比赛还有十秒钟，是在第一回合，我们钟威鹏就飞出去好几次了，换了一个后手。好，第一局比赛结束了。经过第一局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钟威鹏的大腿外侧已经变红了，而且脚踝搞不好还有伤势，扭到了，因为被对方摔到了，脚踝有点扭伤。进行到第二回合，钟威鹏这一次比赛是很晚才找到对手的视频，所以他的备战时间没有很长，但是有找了一个陪练陪他模仿对手的一个动作来模拟一下。对，我们看经过第一局的了解，钟威鹏第二局技战术会不会产生什么改变？双方还是非常谨慎。对，尤其钟威鹏的脚踝可能被对手弄伤了。哇，很漂亮的一个斜上勾。钟威鹏可以尝试更多的用自己的前手虚晃，然后配合自己后腿的低扫或者后膝。那今天到目前为止，钟威鹏的防守都还是做得不错的，没有被对手打。哇，很漂亮的一个后膝。是。前手的虚晃应该多打一打，然后配合自己后腿的低扫和后腿的飞膝，应该会有很好的效果，因为对手的身高并不高。对，但是对方的摇闪技巧很好。而且摇闪完呢，打完他会转角度，转到另外一侧。对，而且注意看到脚的把位，他的前脚的把位就踩在钟威鹏前脚的外侧的，这个把位是对的，就可以往钟威鹏的一个侧背来走。对，朝钟威鹏进攻比较弱的方向移动。是，从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了，这个蓝方选手的脚是踩在钟威鹏的外侧。对，这个始终在钟威鹏前腿的外侧。是，这个把位卡得非常的好。所以不是只有手在卡把位，是脚也要抢这个地盘。对，因为我们拳击界都讲究一步一拳啊，首先是脚步移动到位，你才能打好你的拳法。好，拨腿。蓝方选手的战术已经非常清晰了，通过移动，然后发挥我拳法的优势。钟威鹏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钟威鹏有了，开始脚往外面走。钟威鹏应该多加强自己膝法的进攻和高扫踢的进攻，放到了他的腹部。还是要让各位再看一下，双方的脚尖对脚尖很有戏，因为正反架，他的脚尖会去碰触，对，会抢地盘。甚至有时候抢到的人这个脚趾会受伤，会跟对方硬碰硬。对，针锋相对。这招是对方一定没遇过的。这个蓝方选手的摇闪在非常的好，所以钟威鹏要出膝撞，后摆拳。蓝方选手对自己的摇摆是非常有信心的。是。那我们的钟威鹏在出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他把气吐出来。哦，这个漂亮的上勾拳。哇，这个摇闪加一个步伐。对，逃掉了一个飞膝，是非常漂亮。刚如果有卖方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蓝方选手的拳击的摇闪跟步伐，真的是教科书级的，也不愧是一个老将。
行到最后一回合。那钟威鹏面对经验相当丰富的阿敏，看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啊！但是呢，对方真的是很有经验。对，我们可以看到对方很快的破解了钟威鹏的这个战术，选择了进攻钟威鹏的支撑腿。这是非常高难度的，距离跟时间抓得非常好。对，这种战术意识，这种战术敏感程度实在是太可怕了。是，太强了。因为钟威鹏刚刚只做了一个中段扫踢。对。因为十位运动员里面大概只有一位敢做这种动作，而且做了一次就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钟威鹏把对手压到角落里以后，发起了一轮进攻，很漂亮的前手摆拳击中了。那对手的这个拳击的摇闪太好了，转身后摆拳。对手的拳击技巧加一个地砍踢，真的是让我们钟威鹏非常的头痛。对，但是钟威鹏慢慢的从对手的节奏里边走出来了，现在找到了一些办法。好，因为对手第三局从开始到现在并没有给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蓝方二敏虽然他不会接腿，但是他拨腿拨得很好，而且拨完腿之后有加动作。哦，这个钟威鹏这场比赛已经摔了第三次了，都被扫倒。对，同样的动作是支撑腿被对手破坏了重心。对方也会来一个后踹。其实钟威鹏一直想找个方法让自己的身体不那么僵硬，那这个其实不是光练拳就可以解决的，有时候要做其他的运动，可能做点瑜伽，做点有氧啊，或者打球，增强他的协调性跟肌肉的柔软度。对对对，然后比赛中心态要更放松。对，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的抱架是非常的严密啊，被钟威鹏一个正蹬倒了，也代表他体力，蓝方的体力有点下滑了。对，对付这种铁桶阵防守型的选手，腿法进攻，中段的扫踢，高段的扫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蓝方这个很明显的特色，肩膀往前，像梅威瑟式的一个防守，我们在拳击叫 shoulder roll， 用肩膀往前一转，当作盾牌往前推进。这是很有经验的一个选手。对，带回的亚历山大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看到用肩膀，其实肩膀是非常好用。肩膀可以当盾牌去挡对方的拳，也可以当盾牌让你往对方的一个抱架里面钻。对，一个优秀的选手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去进攻对手，保护自己。还没结束，还没结束。这是周威鹏诱敌深入吗？那个算诱敌深入吗？是。对方的选手放松了警惕。刚讲完梅威瑟嘛，梅威瑟也是有一场比赛抱完对手示意之后把对手给 KO 掉了。可能钟威鹏也看过这场比赛，看过这场比赛，相当有意思啊！这个还不到犯规的一个范围里面。对，我们还是希望双方选手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我们可以看到钟威鹏在很友好的朝对方的选手去做示意。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比28，二号裁判29比28，三号裁判29比28，比赛结果红方胜。Let the count roll。有请沈阳鹏新能源汽车辽宁朝阳组代理宋国文先生为双方颁奖。祝贺钟威鹏，感谢阿尔敏斯莱尔。这次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因为我们都经常跟正价的练，所以很少遇到反价。然后我感谢我的团队派出就是跟他一种类型的选手帮我一起备战，然后这次打得还行吧，不是特别理想。最后面大概还剩下5秒，我表示跟他友好，然后他也放松警惕跟我友好了，我打了他2拳，
这是我很抱歉的，我下台来一直给他道歉。不过这就是战场，谁能活下来谁就是好样的，这没有说卑不卑鄙，我觉得我用战术我赢了，我很光荣。他们不惧挑战，掌声有请赵耀杨。他们向往荣誉，他的表现都足够惊艳，足够给我们惊喜。他们重披战甲，第一条金龙是我们预留了很久，是时候给他找个伴了。16位来自世界顶级赛事的王牌选手逐鹿中原，采用小组循环赛逐一捉对厮杀，通过4个月的残酷赛。复制王，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沈阳 W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这是75公斤级的超级战，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战斗的民族俄罗斯啊，现在是明辉搏击俱乐部的总教头，今年35岁，身高1米78，战绩21胜6负，14次 KO 对手。我们掌声有请俄罗斯加马尔尤苏巴赫。顺远搏击俱乐部2013年中国真功夫冠军赛的冠军，今年26岁，身高1米83，战绩59胜11负，16次 KO 对手。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徐振光。赵岩，比赛现在开始。No error, me on the one, no glitch, no take down.OK， 不打了，来靠呢。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沈阳站的比赛，我是蔡瑞贤，在我身边的是评论员关月华老师。大家好，现在由许正光对上蓝方的贾马尔，比赛已经开始了。对，这是许多观众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是，许正光跟这个傅高峰是一样啊，都是爆发力极强的一个大内高手。对，许正光应该是我目前认为是中国身体条件最好的75公斤的选手。对，那擂台上这两位男人都是有家庭男人，那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一些难题，目前到武林风的擂台一决高下。好，跳膝，很漂亮的跳膝。
那贾马尔就是远渡重洋嘛，到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明辉来当教练。那前两场比赛其实表现的没有特别理想，对上这个罗根，还有这一个另外一位荷兰好手。许正光其实这阵子他没有在顺永国际训练，他在正蹬，一个正蹬。哎，糟糕，完全岔气。糟糕。哇，比赛用一种让人非常意外的方式结束了。那这两场贾马尔上一场比赛是击败了状况不佳的孙维强，那这场比赛是击败了在家自主训练的许正光。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贾马尔作为一个教练员成绩怎么样，但是作为一名运动员，他在中国现在已经足够值得骄傲了，因为他赢了郑昭玉，赢了黄振友，赢了孙维强。今天晚上贾马尔又赢了。比赛进行到第一局57秒，蓝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沈阳日立中央空调家装部总经理吴迪先生，有请葫芦岛大卫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小志先生为双方颁奖。Чувствую себя отлично, провел хороший бой. Спасибо всем, что болели за меня.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他们重披战甲，16位来自世界顶级赛事的王牌选手采用小组循环赛逐一捉对厮杀，通过4个月的残酷赛程争夺象征搏击界最高荣誉的总冠军奖杯 WLF 世界功夫王者争霸赛，2018年7月7日河南省体育馆见证王者诞生。赛事咨询电话 0371-6095-3836。